因为今天是他老婆的生日，他也在超越他的洛西极限，我看可能会是老婆大人的极限。然后他陪我们一路拍到底，刚才偷偷的在十二点那一刻冲出去打了个电话。老婆大人生日竟然还在拍 MV， 吴克群新歌《洛西极限》找来比尔加长镜，而新歌音乐抛一体备受关注。吴克群自己也在 MV 中与女模上演床上亲密搂抱戏码，也是在挑战女友陈雨安的极限。好，我们拍起来，我们拍起来。好，握他的耳朵。好，看对方的眼神，很诚恳，都是诚恳的。好，依然不动，客群好，继续整理没关系。然后女生轻轻扶住客群的手。好，眼神来。再高一点，哎哎，真的不会掉吗？他也真的不轻了。这样可以，这样可以。好，看，好眼神，准备要相望了。一二三，分开，看对方眼神。另一半会不会很急？一定要生气，对吧？所以要下雨。完蛋了，我们。我们每一步都在试探那个极限。因为今天拍的其实是……好，算了，也不知道讲什么，没什么好解释。